当初我会想要办这个展，是因为我写了一首歌曲嘛，然后这首歌它里面有古调，可是古调对我自己本身来讲，我觉得会有些陌生。陌生是说，因为我们没有人，应该说，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，很少人在唱我们的古调。可是因为跟别的族群的朋友接触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我也可以去，也应该说可以继续唱出自己的歌。哦，这个用看的吗？鲁谷会之所以骄傲，是因为可能众人所知的什么雾社事件啊、太鲁阁战役啊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挥霍那时候的骄傲了。不管鲁谷也好，或者其他族群，不应该把过去的伤痕变成跟人家索求东西的理由。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来讲，我们看得到过去，但是我们也要记住我们是如何失去的这件事情。但我们知道如何失去之后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改变？